外面穷，里面富，你看看就有个房子。那好吧，来上来，都上来，闪开啊 ！RPG 了啊！开！哦，你们有老鹰，有老鹰，哎，有只老鹰！哇，好多龙，好多龙！我操，有哦，有钱的哦，有钱哦！开了。这你别开啊！飞出来了，没事没事，直接飞出来，直接干，用风声干，升个级。哎，打到自己老鹰了，我太多了，不多，没事，不多，我操，不多，那你别跑啊！我操，不行，快救我一下，快救我一下！这老鹰在捉我，啊、老鹰在捉我！哎呀，我去，三角龙，三角龙！对，我先进屋子了啊！你们先打了啊！我看屋子有什么物资啊？物资跟进来了。哎，垃圾老鹰，去你妈找死啊你！啊！搞定，打到头上了，搞定，搞死！你妈吓死老子了，一下冲出来！哎，这老外坏得很呐，还做个笼子要关人呢！哎呀，这肯定要炸的！来个 C 四，来个 C 四，搞个 C 四来。卡了吗？来卡了，卡了，卡了，卡了一下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来，估计来个 C 四。老外在翼龙在上面看着咱们，就昨天那个。啊，让他看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怎么了？开了，开了。木姑怎么死了？我莫名其妙死了。我好多箱子里面，我操！物资不走。哇，全是物资，又发财了！发财什么呀？这全新手装备。这边制作门里边有霸王龙。这全新手装备还有霸王龙。浪费几发 RPG 那黑曜石，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有没有吃的？啊，龙蛋给他吃了吧。要石弄最后五的。血亏啊！啊，一个紫色，哎，一个蓝色喷子图纸留下，拿走，这可以。这可以啊，是650个铁呢，鼠哥，这边啊，650个铁呢，我去，哎呀，对，麻醉边，麻醉边，这边呢，可以可以，不亏不亏，1000个煤炭，1000个煤炭，那火药加上600多铁，全部搬到凤城那边去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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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挺有钱啊，别浪费，别浪，挺有钱，挺有钱，我在跑啊，哎呀，你太无耻了 ，QQ 啊，你这个。新手的床里给他跑了，不给他留，可以搬走了，搬走了，搬走了，可以了，这波爽，这波爽，两发 RPG， 两发 RPG 加一个 C 四，赚的赚的，我们这些材料最起码可以做十几个 C 四呢，十几个呢，油，啊，萤火粉，木炭，千把木炭，千把，哎，我走不动。不行，没出中。你接我来捡，你就来捡。我捡了。哎呦，我捡了。捡。还有这个木炭。哎，木炭，捡一下，捡一下。看不出来这么小的一个家，居然挺有钱的啊！就我们之前操这个没有那么有钱、啊，之前操那个加上零的没那么有钱，这好有钱啊，这个。那老外在说什么？一个个的搞球，欧洲服，欧洲服，欧洲服啊，兄弟！他们龙犬死亡了，对啊，打死了。那边还有霸王龙。他们还有霸王龙吗？哪里啊？有，在制作门那里。哎。旁边那个圈的收尸里面，霸王龙，这不能给他留，这不能给他留。有没有那个近战武器啊？我有。这给他留，他到时候报仇。我有，捅他。我们可以把他拉到山下，然后拿狙狙死。啊，这边就可以狙死，这边蹲下来可以狙死。估计飞起来，
我没有吃的了，只有汉堡。用那个，这个吧。咱分钱。上打怎么样？分人啊。你这边就可以打呀，你何必在封城上打呢？打吗？兄弟啊，这边就可以打，那还在跑呢。就狙吧。那他卡住了，这边，搞他，他打了，他死了，他卡了，打得很快的。你妈，这谁用个手枪啊？我去，我还没带手枪，好尴尬。还养个白色霸王龙，哎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哎，我去，有人，有人，谁射了我菊花？哎，别别别别，把我拖走，把我拖走，快点，有人射我，这位有人，有人在射我，狙击我，再狙我，再狙我，我被拖走了，我被打晕了，我被打晕了，看看这位，看看这位，拖走了，谁？我衣服都被他打爆了，你们是不是自己人射的我？谁用的麻醉镖？自己人嘛，我吓我一跳，哇，是错了，吓我一跳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刚才那个老万那边有五十个麻醉镖，不知道谁拿了。哎呀，被爆了个局，我尼玛瞬间晕了，我吓死我了。忙醒了，忙醒了。哎，紧张啊！继续射，继续射，继续干。啊！打在地上啊！哎呦，衣服要快爆了。我手套好像爆了，鞋子爆了，裤子马上也爆了。这个霸王龙有一万血吧？多少级的？还不死呢？哎呀，真的牛逼啊！这霸王龙真的牛逼。要不把门炸开吧，老大，然后把他拉下去。妈的，我恨不得直接一发 RPG 你妈搞死他，真的。来，都闪开，来，准备了，我你妈，我发火了，再给他慢慢磨呢。把这个小恐龙杀了，杀一下子，我来把它炸了。炸龙，咱们不去个龙，不着急，我们先起家。龙哥哥，你起来，你们谁把这个龙杀一下，这尸体刨一下，麻醉了。我炸这边吧，没事。你们先上龙，先上龙，先上封神什么的，我炸开了啊！来叼我，叼我，叼我，来叼我！搞死！哟，我操！你跑！我操！把他跟我进来了！我操！你快救我！快救我！快快快快快快救我！等一下，我卡住，我卡，叼我一下，叼我一下，老鹰叼我，老鹰叼我，你先叼他，我去引仇了，老鹰叼我，塔到那边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救我，救我，救我一下，救我一下，救我一下，你打他，你打他。我操！里面有溜溜球！我操！快拉上仇恨！快拉上仇恨！霸王龙卡住了！我死了！我死了！这个宝哥，叼我一下，带我喝口水，带我喝口水！我要死了！我死了！哇，还好我还好我个子小啊！我的妈！我个子大一点我就死了。老鹰里边就熟了，坑爹啊！我去，我为什么一发 RPG 他都不死？怎么这么肉？啊，这个三角龙，快救我！快救我！要死！真的残血了，真的残血了！还溜溜球，叼我，叼我！宝哥，叼我，宝哥，叼我呀！我再叼你，别卡那龙！来来来！这龙又过来了，这龙又过来了，我要死了！等一下，我游过去啊，我游到那个礁石上，你在礁石上叼我一下，我有点怕。来来来，是仇恨啊！啊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
你们拉到仇恨了吗？哎呀，轻松啊！你把我放到那个比较高的地方。龙死了没？暴龙死了没？在人上面。暴龙还没死啊？狗逼玩。没死啊？找死！我一发 RPG 送到微信。掉线了。什么？我掉线了？对呀。啊？对的。不会吧？